现年35岁的韩国型男玄彬，最近正好28岁的女演员朴信惠身处西班牙赫罗纳，为新剧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取景拍摄。6月23日晚，两人和剧组一起在当地聚餐，期间则频频被一众工作人员集邮，而开心的玄彬和朴信惠就有求必应，和大家玩得十分开心，尽展亲民的气质。而被曝光的视频中，玄彬和剧组人员一起喝酒时，更亲切地和每一位工作人员碰杯，十分有礼貌，而朴信惠则是对着镜头嘟嘴卖萌，看上去心情非常不错。据悉，新剧将在今年11月首播，令网友们都非常期待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综合报道。